的，鼻子爬出来了。我这已经觉得很紧了耶。哪紧了？你再要再调吧。我已经调过了，我刚之前不是调过了吗？不是，每一次都不一样啊，你真的要紧。松到紧点啦、啊，你这调到最松了吧？往内一吐，往后一推，这样就紧了。好，让你尝尝紧的感觉，夹住你的下巴。好累哦。这样才是，这样帽子才不会掉、啊。好累。没有紧过，哎，这是第二批学生吗？是啊，刚是一堆穿橘鞋子，然后是穿黑制服，现在是灰制服。那本还在上面一点点，橘鞋子在上面一点。他们应该不是站在那里那么久吧？对啊，我看一下，好好，去。我开了吗？开了。你有开了吗？开了。明明我们从山上下来就只有一个黑线下山啊。放弃，因为我的脚会痛。Thank you.
种正规渠道应该就还可以。但是你是说就不会痛起来，是吗？对啊，如果带轻松起来就会痛。就是缆车被埋在雪里面啊，这个雪场并不想救那个缆车站，哦，把它挖出来，嗯，并没有，嗯，你说这一台啊？对啊，嗯，因为它就是跟这台是一样，还可以吗？那我们就再往上走，逛完它，搞不好现在的线路算是好的，等一下又变成差的，哦，那更恐怖，因为3点以后就变大雪，真假？没有多大，其实三个小时10公分还是3公分而已，没有很大。风没有大，风大也蛮恐怖的，然后你怎么看？这里会冷，这里会冷。好冷哦！我现在的问题是，真的好冷哦。
到山顶，滑下来去上面那个餐厅那边，然后打电话。啊，对啊，继续。好冷哦。Tomata 就好了啊，不是 Tomata 吗？嗯，但是就是因为你那个如果变成 Tomata 不是那种简单型啊，可以直接接名词。接名词。嗯 ，Tomata。哦，我不知道这种。陈建亨。原型也可以，过去型也可以，直接接名词。啊 ，Tomata。没有 Tomata， 头就是 Tomata 嘛，但是应该是。头发打不就是简单型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简单型，就是没有那么长啦，没有麻子型。咖啡打，你不是会讲说什么的啊？咖啡麻子打或咖啡打都一样意思。哦，那、啊、只是那是麻子型。哦。阿布，七塞 ，memory card， 忘れました。ご連絡いただけませんか？啊，这样可以吗？すぐ。明日取りに行きます。调整一下。他下来。他下得很快。他的板子比较短，就容易练习。
回去，真的找我回去。哦，小叮当示范。小叮当也还没有够热，但是还找我回去，讨厌。好，这里看一下。上去那边那一区反而要，反而要那个微小众。我想把背包扭回我的正背后，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背包往左边？这边没有拉紧，有点松，想拉它，有点大，而且是上下掉的那种。哎，我忘了摸了，这该不会只有一条路线吧？很皮耶，糟糕了！定住，不会啊，我们可以从旁边。不会很平的样子啊。不会啊，那里有个转弯，转弯之处必有斜度。这些人定住了一下啊。是老师叫他们定在这吗？不是吧？我觉得在哪一个是老师啊？都不是啊。对啊，所以身上都有号码，所以都不是，而且都是橘色的鞋子。所以我就在。所以我在说他们是在干嘛，这样在等他最后一个人。雪好大哦！因为他们身上的都是条纹衣呢。对啊，黑黑底白条。我还是拉线。没有东西可以拉。手。你想要拉什么？这是没有东西可以拉。谁偷切啊？还是这里是雪道？右边有一条线呢，右边是一个雪道。我记得它是没有黑线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黄线。我觉得好像夏天有痛痛哎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点，你的额头有一个小洞，然后有一个雪在那里，渐渐的都要融化了。我怎么办？就你的帽子的状况了，就脚，讨厌的景象。现在才到五了。嗯，它是往看到点的。我看到上面，是啦，你说一个像平台的东西，还真的不是，因为柱子没。我觉得它应该是，因为中间柱子还蛮多的。我但是我只有看到六，这五六七，我只看得到五六七，我看不到八。看到八。台子上面那里是八吗？应该说我看得到八，八应该要写八号的柱子，但是我没看到它上面有几八。很冷。很冷，然后我刚刚一直挨很冷。雪不小哎、欸，我觉得是下面的学生吧。这里只划这个红线一次就走了。乱飞，对着我们飞过来。
还是上面的柱子树很多。因为我们就看，我们就看到那个牌子七八九，没错，我看到十就是那一个，所以没有十一号柱嘛。我觉得十号是上面那一个。哇，好冷哦。对，我不想在这上面吹风，所以我决定只做一次就好。这音乐是有版权的吧？有的话我就。为什么这里插两个红棒棒？嗯？这里都已经界外了。你是说又停了？对啊，我的预测就是这样啊。两班的学生轮流搞，要开了。为什么这次我听得那么清楚？所以是上面的弄的。上面跟下面都会叫。但是我刚刚听不到啊。我刚听到的是下面。我看一下高破。你也是。几滴水？你的是。嗯。好冷啊！你弄这个，一口又马上扑上去。因为还不够冷，所以它上去就黏住的状态。嗯，要是够冷的话，它就是飘走。对，飘走。我估计这一趟滑下去 ，GoPro 就够冷了，我们的手也够冷了。你看裤子上好多，这里是很粉的，因为我变水了，很粉。我不然裤子要湿掉了。不会啊，一下子。所以十一号柱，它两根啊，它两根在一起啊。它要有这个，可能是支撑力上坡的支撑力。哎，这不知道是几哦。后面还有一根，还那不算。还有总共三根呢，它前面是走板。盯住，盯住。很粉的着陆哎。哦，很冷的，很热哦。啊，是黑色哎，不是红色哎。那你要走小朋友路线吗？它是不压雪还是只是斜度黑？它的斜度好像没有很高哎。那就走这边下去比较快，那边好像要走很远，你觉得嘞？看你。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吧。哦。但是要用小转刹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没办法喷的刹很远，这样。嗯，好哦。没关系。然后下去就发现，靠腰太陡了。不会啊，你来看。但是一般红线的二分之一宽，你知道吗？刷一下，再清一下。好爽！因为我刚刚就眼睁睁看着你的有血掉，就飞上去贴住，硬要就化掉。好，下去了。好，还是领先。你是怕我怎么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怕我停下来会造成你的压力。这里就是不要特别想停下，在很有力气的时候一直很压力，那没事。
就到了。哦，硬硬的。觉得很害怕吗？也不会啊。对啊，这其实红线啊，只是宽度很窄而已。哦。你只要停得下来，这条就这样了，然后就到了。好。那就可以走前面了。哦，好。换了前面，就到了那个了。然后就去打电话吗？啊，对 对，去餐厅，那走右边。那还是你先走好了。嗯。那我很怕他已经收拾了。右边有条路，走右边，然后就到了餐厅。车啊。